下面是流川枫的照片。他是想让你去模仿一下他的这两个表情，因为之前有争夺过这个名号嘛，然后也有唱过这个主题歌。好啊，先来帅的是吧？再来二逼的是吧？其实我不像这个型，你知道我什么地方最像这个吗？发型像，剩下的没什么像的地方。